河南一老农家里收藏的祖上传下来600年前朱元璋的一幅画像，闻讯赶来的专家看到后异常兴奋，立马劝说老人上交国家，我们替你无偿保管。注意看这幅画像，就是600年前朱元璋的样貌，纸面虽有褪色和多处皱褶，但大致还可以看清朱元璋的容貌。他身着龙袍，留着长长的胡须，最重要的是他脸部较为圆润，虽然称不上帅气，但也绝对不丑。 随后，老人也拿出了家里的族谱，让专家观看。通过研究发现，族谱上清晰记载了他们的祖上是朱常氏，也就是朱元璋的第九个孙子，而一整个村子的人都是朱常氏的后代。他们在当年明朝灭亡后，从北京一路潜逃到河南，隐姓埋名，赶了王姓，最终安定下来。如今为了寻根问祖，他们也建了宗庙，让整个村子的人团结起来。 平时我们从影视剧中了解到朱元璋长相时，脸颊又长又窄，眼睛很深，耳朵大，脸上有麻子点，五官不规则，相貌丑陋。其实这都是历史上清朝为了抹黑明朝，一些人为了取悦皇帝故意把朱元璋的样子丑陋化。我们从几张民间流传广泛的画像说起。注意看这幅画，朱元璋帽子中的白色帽正，它是清朝才有的服饰特征。明朝的帽子根本没有这种东西。 还有几张画像，竟然给朱元璋戴了一顶唐朝时期的帽子。还有这张服饰的领口是广字领，而明朝时期的服饰是圆口领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张朱元璋的画像，身材微胖，一副帝王之相。而这和老农收藏的这幅画极其的相似。专家特意鉴定过后，发现它并非赝品，确实有数百年的历史。最终，专家们多次劝说后，老人还是将它无偿上交给了国家。